你他妈狗屁中国，这是中国，不是外国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。他在行为上，在生活习惯上，不太一样。就是我所受的教育当中，这还是，这属于心理变态。男朋友是啊，我喜欢男孩啊。你说说，是吗？孩子的妈，我不是说带个媳妇儿回来吗？你给我滚！你现在给我滚！演得这么好吗？棒！